来，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信长的世界，我是老郭。那今天我们来拍，哇，像肉牌。陈战啊哈，陈战，这个是一打哦，这个运气好啊，过了一次有拍到，所以这些都拍过了。那一二也拍过了，然后三呢，这个是可以打哦，这个是打数量战，这一个人可以，这个这种都是怎样的？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图，然后要赶快跑去这个神社找江神清老师对话，对话完开始打有红色指标的角色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这个时间够，那赶时间哦，这个速度要很快。鬼亭刚有没拍到，然后这个是冲到道场，跟道场里面讲完话开始杀红色指标的角色这样子。可是这个一个人没有办法，这个我再评估可能至少两个人到三个人，我要散开来帮忙打，不然时间会不够。那这个财障呢是跑到那个断字后面的那一节火炉啊，跟财障讲完之后也是一样哈，也是要跟附近的红色指标角色打，这个也是抢时间哦，所以可能要快哈，就是这都是要团体战的哈，个人没有办法打。然后智商这个我有拍了哈，然后再来鬼亭这个怕尾牙，好怕尾牙，改天再拍哦，因为我现在可能正在努力的把一些角色的音节的等级刷高啊，其实也是缺心呐，打很多东西。哎，来，我们今天拍这个鬼亭钢刃哈，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这个角色没有龙。所以我们去打怪也是很吃亏啊！哈，来走，那天有一个网友留言说：“哎，你那个打推楼啊，那个技能啊，为什么不放顺风？”哈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角色很多啊。那基本上我很多都不用冷月打。然后，如果真的有用能源打的时候啊，哎，二四一个，要不就是六个啊，他缺神呢，把这个拿掉，然后我们就加成能源哈，然后基本上我很少用能源打，好，问题在这里，对我很少用能源。然后宠物要叫出来了，可是高层有很多都要能源的，这一次应该不需要用到那个吧，我们用这一只好了，我们用喵熊来开战哈，来鬼亭钢刃，他不是那个鬼亭昨夜在啊。那你要不要打那个传令随便你啊，如果像一达正宗啊或者是枪炮啊那种所谓的间接攻击的啊，你可以用那个顺风，就能源就放顺风。那这个我还要看其他的玩家，有的时候为了打我还要放一些什么九十一生啊，什么黄泉啊，什么反正都是其他的那个第四的哈。第四我不是很熟，说真的。可是多多少少有些人会提点啊，就你要放什么放什么这样子。啊，看一下人家影片这样子哈。啊，我就懒了，我就懒得改。哎呦，到。最近我在看那个几个高手在打的影片啊，我就发现到说，其实我也是很懒啊。像我们在设定技能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尽可能把它设多一点，
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用状态练嘛，也就是说他会去因应敌人的状态去发动相关的技能。但是其实呢，很多技能你可以不用去理他的，很多敌人的技能你也不用去理他的。那真正要推网要推龙，你必须要掌握住你的节奏跟你的角色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就是非必要技能不要乱放，减少技能格在串流上跑，让你的攻击手能够多一点时间，多一点格数去塞住那个串流的时间啊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可能多一次到两次的出手机会，在同样的时间内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你的非攻击手角色不要乱出手，不要闲闲没事就出手，这样会占住前面的技能。譬如说 一个串流七个角色都出一个，那可能就占掉七个坑了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说我一些角色，比如说能月或者是药师或者是真田抖手，抖完之后就不要乱动了，等到时间到，时间到再动，这样子，那个可以用秒数去控制。所以有些人玩秒数控制，就是可以精准控制到说，哎，我这个推阵的阵营，我就可以做到这样子，就是说，除了必要技能之外，不要让它乱动，这样子。其实这样是对的，这样是对的。你如果是固定组合、固定的角色要推，这样可以设计到说，可能我的一打砍两下，可是如果动作够快，你的一打可能多砍一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可能说，我为了抢秒，可能我第一轮出手是五个人，第二轮出手有五个人，那可能后面就剩下了四个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等于说，可能有两，第三轮的时候可能会多了四个的时间哈，省下四个的时间提早出手这样子。那你比怪物更早四个出手，可能就多了四个动作。那可能都攻击手的话，可能看就，比如说如果第一个出手的人，他可能出手三次，他出手第三次才会出现怪物的动作这样子。可是这个要改，比如说像，我那天看到一个角色，他是用那个竹子啊，他设计的还真好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我们用竹中啊，抖完之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动作，他不是的，他抖完就等，等到他的气满了再抖这样子，对。他就不会有其他动作了，基本上他的动作就是抖而已，他不会有其他的动作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，感觉哦很麻烦，不好用，拍用。不过对推楼来讲，这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他做了其他的动作，他的气肯定不够啊。你比如说，常常有人说啊，你让你抖一次就结束了，其实不是的哦，你必须要卡控他，让他不要动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知道说他第一次抖完之后啊，你说什么变态啊，或者是什么用这个招，那都是一个方式的哈。可是问题是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说，如果里面有这些组合的时候呢，其他都是同步，那也就是让他，好，比如说我抖完之后他就停手了，他就开始回气回气回气，就不动，他这样子，然后等到他气满，他又不抖。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气满再抖，这样，气够多了他才抖，对，这样至少他前面可以出两次手，他可以确保第一次跟第二次出手应该气都是够的。那第三次出手可能就是你要搭配神子给他分点气啊，或什么的。那如果你有能月在有变态的话，可能他可以出到三次。他可以出到三只手有可能，因为变成他只有大概只要三分之一嘛。
之の報道性刚刚浮上去啊。剧情魔力之の报道性刚刚浮上去啊。所以蛮有趣的哈、哦。中国玩家来到新的，然后跟玩家互呛。那两边互呛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啊，毕竟在中国的游戏是不可以这样子的、哦。在中国的游戏乱讲话、乱贴文是可能会被抓到的哈，因为中国玩游戏很多都是实名制哈，甚至他有办法去追踪你住在哪里这样子。那目前台服没有这个动作了哈，你在游戏内的任何发言言论，只要不涉及恐吓啦，或者是涉及这个所谓的司法上的严重的问题啊，通常在上面骂他跟你也是没有人讲，没有人会理你的了哈，因为言论自由嘛，哦，言论自由啦。那最近又看到有一些是为了什么国事啊，就是不同的国家之间，因为合仗又开始在打了嘛。那如果是一开始那种小国家之间打，就是大国家对抗小国家嘛，小国家之间并来并去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啦，因为毕竟很多国家是倒的啦哈。那大国来打，其实你也力压不住，挡不住了哈。但是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大群体哈，就是大国家大群体。那时候就开始出现那种所谓的策略战啊，或者是投票战，然后就开始据点战要开始大国对大国，那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大问题，尤其是因为上一届是五田天下。那势必这一次已经他很想要再来一次了哈。再连任一次哈，所以其他的国家当然大家都斗来斗去。可是说真的啦，这也没什么，因为我们已经玩太久了，这种问题早期都看过了。你们现在很多中国玩家来到台服玩的问题，其实早期的台服就发生过这些问题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就有钱的就多买账号，多打游戏，天经地义啊。毕竟有些人很讨厌氪金玩家，可是我不会觉得这样觉得、欸、我觉得啊，有些人就很能氪金很厉害，这就是他有钱啊。像我们这种非洲人，对不对？哦，音节也没有那么很好，这大名也没有很好，枪连个枪进场都买不起，对不对？人家拿了枪进场四处倒、啊，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枪进场啊，对，人家有个金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个金啊。我们能抽到什么就用什么、啊，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啊，那个没有意义啊。人家有钱要多买一些铃铛，我觉得这天经地义啊。人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简单说，就像我鬼停，我打不过就打不过就打不过啊，能怎么样啊？打不过就晚点打，不然就不要拍啊，因为那么多人拍了。可是我们可以检讨一下，说人家那个啦，人家怎么打过的？你看很多那个日本的高手。哎、欸，带加成去打鬼田哎，带加成去打，哎、欸，人家是多厉害的哦，他那个技成技巧、技能怎么设的，我们去参考啊。对啊，那有些人就他可能哎、欸、有办法开两个账号、三个账号，开三一打、几一打去刷，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就像高层有一些打爬楼高、打高楼层，开两个账号去刷。双一打去打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后我有可能会这样。因为我现在是单账号，我本来是双账号在玩。双账号账号那就四只哎，要不要修？你看我一个账号五只，每个礼拜要做的事就搞不完。我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搞？好搞双账号这样子。因为那时候是有发现到，说。我 A 账号去拉 B 账号，这很容易、啊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 B 账号要回来拉 A 账号就不容易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变成说我的 A 账号必须要每一个都很强，我才有办法去跟 B 账号搭配啊。哦、好了，技能看一下，技能检查一下哈。OK， 来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世界。打鬼钢圆，
嗯，打第一支，然后目标指定一，没有特别要下，就用最笨的方式，盲目的打。也很有趣哈、哦，抖不到一眼。我发现哦，用武田慢一点出手可以全抖掉。可是我这一次没有武田，所以真是亏大了。我发现武田好像可以突破他这个开场的不动，晚一点出手，晚一点出手就可以全抖。好，这个武田呢、啊？哦，如果武田再加千进，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因为有很多像个什么，小的音节，低价的音节没有达到二十级，哦，这个需要很多很多的信赖哦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好的鬼神石，哦，对，可以给必要的角色下鬼神石，然后再来加成也是很大问题。我加成目前穿的衣服都是，那个陈家庭买的哦，还没有给他很好的衣服。那 TD 啊哈，有很多人在刷 TD， 刷 TD 可以买飞龙装啊哈，飞龙装再加上这个天地守护的东西哈。就可以帮加成组套非常好的装备，或者是你用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自己身上那一套霸王先给他穿，先给你的加成穿，这样穿这套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喵熊可以做什么。来，喵熊压制穿哟。哦，还补血呢，也在包回哦。除了抖之外，哈，我是有发现到说，这个打王这种东西，哈，其实要压气的，就变成说雨声要上来啊。哦、要压气、哦、要压气。哦，要求要杀死他了、哦、真的很麻烦。来，他这一只、哦、一直在打我的钥匙，然后我的道场好像我把手把拉拿掉了，对，我把拉拿掉了，我把拉拿掉了，剩下守护了，所以我就跟玩家讲说，他说你为什么技能怎么不可这样改，我这就是改掉了啦，有的东西改掉没改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很懒得改啊，有时候忘记哦，你要忘记改回来哦。这个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我的，就打其他的需要用到他拉的时候，他这没有拉，我把他关掉了。你觉得很奇怪哦？奇怪是他不拉呢？哦，原来改成不拉变成龙虎了哈。幸好死的是那个哈，只要能够赶快把一干掉。啊，抖，大家比赛抖。哎呀！救急により強い報道請願か、無常獣や。织田战场任意补一，真假？今天有织田啊。好，杀掉一了，那就再来就杀炮啦。
什么？哎呦，要求哦！任意捕衣，任意捕衣啊！等我打完鬼灵再说。我问一下啊。耶、yeah, ，赢了！好，我去，差点输掉、哦。差点输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那个道场女孩，我没有把她的那个拉打开啊。因为那时候战场上为了要拼那个速拉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哈，就是没有结界的时候啊，这个要打开了哈。就是说你有结界的时候，它是不会打的啊。啊，这个目标固定三等下，它才会拉。拉，那你可以用这个拉，这里也用这个拉也可以啊。好，然后还有发现这个也可以用那个这个技能哈，这个大家记得吗？这个。好，这个。这也是很重要的哈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明镜止水啊，明镜止水。啊，这个可以怎么样呢？这个其实可以往上爬，这样它会比攻击先上啊，先上这个。那这个可以怎么样呢？这可以设一个。因为它这个是第一次会放嘛，第一次会放，然后你要有一个动机让它放，比如说目标变更，敌人固定为敌人四人以上，好，目标固定，好，这里敌人哈，目标固定四人以上。四人以上就让他明镜止水，如果四人以下就碰击，好，这个东西这样子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好。
桂田刚远，桂田刚远回去，等等。好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赞助我们自媒体哈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 YT 或者是频道内反映给我们。有缺什么，我会慢慢再拍起来哈，慢慢拍。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材料装备没有那么好，没有办法像氪金玩家这样玩。可是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方向啊，你们再去慢慢琢磨琢磨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听我在这边嘀咕嘀咕哈，那个东西其实对于某些玩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哈，因为刚好有想到，有想到的话刚好有用，就可以试看看。你看，哇，这些都是装甲龙啊，靠，厉害！哦，现在装甲是很重要的啊，带一团装甲龙去刷。桂田啊，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桂田刚源。